畏首提望，形成我们的软手。清楚了啊，这是我们蒙古族的软手。那我们其他民族是不是也有软手啊？维族有没有？有的吧，人呆咚呆咚咚，你看后背对吧，蒙古族和维族的软手，我们之前说过的，我觉得维族的他软手一般不会用到指根，而且也不会用到大臂，他一般像握一个鸡蛋一样，咚哒哒哒咚咚哒，对，你看他像握一个鸡蛋一样，他没有延伸到哪里，像握一个鸡蛋一样没有延伸到指根到这么的细节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古典舞是不是也有波浪手啊？是不是也有波浪手？波浪手有时候强调的是它是重拍向下延伸，但我们蒙古族的软手有时候重拍强调往哪儿，往上去延伸，是不一样的，也是有区别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题讲过了，软手讲过了，我们现在复习一下第一节课的内容，我开始讲第二节课的内容了。我们接下来就会有三位角和二位角的配合和一位角的配合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四位角，七位手，我慢点重复一遍，体对八点，一二三四的时候吐气至前三位的高度，但是是手心朝上，是不是？不是真正的前三位，是前三位的高度，手心朝上。起走，噔啊，三、四、五，五的时候，指尖带动回七位手，然后左肩往八点的方向延伸，抬头，五、六、七、八的重心立脚上左脚，四位脚蹲，从旁边起手啊，然后。二的时候我又会跟大家讲了，我们是经过一个小的什么小的碎尖，就是杭州这两天下雪啊，下了两天雪，你们肯定能感受到那个特别冷的感觉，哆嗦的那种感觉，我只要两秒就给我两下，七八，好冷啊，往上，对，由冷再到感叹再到抒情，你的情绪不能真的好冷啊，去往后去走，一定是哎呀，虽然很冷，但是这个景好美呀，几年难得一见。对，看着天上，要一个小碎肩啊，走哇啊，肩膀往下沉，越是手往上的动作，肩要越往下沉。三四拍提，然后还是一样指尖带重，回到七位手，眼看八点，五六七八，然后四位脚转身，从右边九十十一十二，然后。我记得我第一节课有说过，就是我们四位脚在转身的同时，其实你后脚前脚脚跟走了阴阳的关系，是不是？你后脚在往回挪的同时，这个脚不要原地不动，小腿可以稍微带回来一点点，放到你最舒服的体态上去进行下一个动作。要不然你脚一直不动，它时间长了就会形成，你脚腕如果真的没有力量的话，它时间长了就会形成，你看拐脚，这样的话容易损伤自己的脚腕，所以说还不如把小腿自然的收回来。自然的收回来啊，前脚重心100%，后脚重心20%，这是我们上节课内容。哎呀，我们上节课才讲了这么点啊，好吧，上节课主要我废话太多了，这节课我主要多讲点动作吧。好，六七，走，胸腰往上提，一吐气，二三四五，眼睛先走啊，眼睛看着天边的云彩，六七八，献上我的哈达。看看我美丽的大草原，大天空，蓝蓝的天空，五、天边的大雁，去看着，然后转身的时候用眼睛追着大雁，看到观众。好，开始今天的第一节课。现在右脚在前，四位脚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动作，我先说脚啊，我们脚和手分开去讲，然后整体配合。先说脚，脚要经过三位脚重心，我们进行一个什么动率？横运动率。一个横向的横运动率啊，横运动率靠你身体的律动去进行横摆，哎，我们也叫，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也叫横摆扭，这个在我们古典那个蒙古舞的教材里面叫横摆扭，在古典舞里头叫什么？拧请，对吧？拧和请，横拧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三位脚的重心转换，先到左脚先走，往三点的方向。一二三四，看我是不是要求什么随动，左脚走的同时是脚先走，一二三四，发现没，我一位脚的时候是不是膝盖是屈膝的，对吧？三位脚的时候膝盖蹬直了，有一个半脚掌重心转换啊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。
大家晕掉了又。对，横白，不是横白拧，是横白扭。平儿，是横白扭，不是横白拧。对，横白扭。好，我讲脚了。脚的动作是同样的，就是三位脚重心转换一位脚蹲，三位脚重心转换一位脚蹲，然后三位脚来回重心转换，它的节奏点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打八。最后重心落至了哪里？落至了左脚。两拍一次的动作，做一个来回；一拍一次的动作，做一个来回；然后半拍一次的，做三次。相当于是什么？左二，右二，左右，左右左。清楚了啊？对，这个就是主要练的是移重心的过程。然后有不止移重心，还练习什么？小范儿，就是我们所谓蒙古族的摇头晃脑怎么来的，就是从简单的横运横运横运，嗯，把它加快，这个风格就来了，摇头晃脑就来了。清楚啊，一定是从你的丹田肚脐儿两指这个体态上去做。然后你看，从侧面看我的身体的体态，噔哒啦噔哒滴噔哒滴哒噔哒噔，你看我的体态是不是挺拔端庄，上身随动，清楚了啊？然后特别棒，明白了。来，我再讲手，手是一提腕，对不对？你看提腕的要求是手腕提的时候手指是平行的，尽管我把手立起来了，你看我的手指和手腕是不是还是平行的？我尽管哪怕是这样，它都是平行的，千万不要变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哪怕立腕了，它手指和手腕还是平行的，对不对？立掌了也是平行的啊。手的路线和节奏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打八，手的路线其实很简单，一个慢的，两个快的，这就现在涉及到我们手和脚的配合了。我们配合一次二、七，现在停到四位脚，七位手，然后我讲手和脚，我先放慢32倍，半脚尖立掌倒中心，一、二。右边倒蹲下来，三，身体随动往后置后一点点，手上身，五六七打，你看七打的时候还是提腕，八的时候才压起来，对，千万不要因为做快的时候，你看七打八做成手也做快的了，手是慢的，脚是快的，七打八才做了一个提腕，清楚了啊？准备再来一次，放慢8倍，七八的时候先沉气压腕落到一位手啊，七右腿屈膝起范儿，扔哒啦扔哒滴，指尖相对，扔哒扔哒，七打八，身体往后变成了三位脚一位手，是不是变成了右脚脚掌点地，左脚踩实了，重心倒到右左边。好，二号可以过吗？好，往下了啊，往下，反面往右边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动作，前面四拍都是，前面六拍都是一样的。反面啊，我们怎么出去的？你怎么再回去？二二三哒滴哒扔六，好，反面以前我们正面做了三个，反面我要求大家做四次的重心倾倒，还是停到左脚，七打八打，是不是又回到重心在左脚，右脚脚掌点地了？我们跳两遍，重心又回到这个位置上了，清楚了吗？我再来一次啊，六七走，你看欲左先右，你要先往左边走的时候，右边身体一定要倒下来，欲左先右啊，先往左边走的时候，身体一定要倒到右边，身体的体态端庄挺拔，扔二，指尖相对，三安四五六七打八，二二三四打三位一位四次八，又回到原位了。然后这就是对基本功很重要，就是你别看这小小的几个倒重心啊，你要真的是把风格掌握住了，这个摇头晃脑以后所有的蒙古风格你都能掌握到，它无非就是把它节奏和气息加快了，只要涉及到所有的左右左的这个体态你都能找到了，这是中段的力量。然后我在讲七打八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第二
次做了四次，第一次的七大八是做了三次，是左右左，对不对？第二次的时候是右左右左，做了四次。那这四次就需要大家用到哪里？脚腕的力量，七打八打。这个呢，你看我的后面的脚啊，右左右左，就是刚到位以后就要踩着走了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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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你所有的发力点都是在你的哪里？中段和肋骨，韧大动大。你看中段和肋骨要主动，千万不要像那个减肥的那个弹弹弹。你看屁股在动，不行，屁股是收紧的，中段拔牢，身体挺拔。对，脚腕要死死的踩到地面。那这个像不倒翁一样，你看咚咚咚咚，像一个弹簧一样，你一掰它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上下左右摆动的时候，它的底盘永远是稳的，永远是在这儿的。清楚了啊，我再讲一遍，节奏按到元素来了啊，预备，原来的速度，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打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右左右左，停住。对，它其实真正不是停，就马上接下一个动作了。但是我们先教到这儿，然后我们再走摇头晃脑身体合运的时候啊，你的头一定要放松，千万不要右左右左。你看脖子怎么样了？撑脖子僵硬了。你看脖子不能僵，一定是咚咚咚咚。你看脖子放松，右左右左。你只有脖子放松了以后，你才能做到后期你保持上身恒运动力的情况下，你才能做到摇头晃脑这一下。你现在这一下都是给它紧的，你后面不就没有缓冲的余地了吗？所以说你的在我们做身体的恒运的时候，你的头一定要是松弛的随动的，但是一定要保持挺拔。清楚啊？好，往右边使手的动作。好的，往右边好难是吧？我所以说为什么我上节课多给大家跳了一个这个动作，跳了两个八拍，就是让大家下去多先自己琢磨一下，自己练习一下。因为这个看着好像简单，左边两下，右边两下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真正跳的时候你手和脚的配合啊，其实还是很要基本功的，这就是我们基本功的配合协调性。那我讲一下，我先从左边讲吧。他的手是提哇呀哇，提呀提打呀，其实节奏一样的。二，反面右边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脚走了四次快的，手还做一个慢的，七打八打，就是七提八压，手部的节奏都没有变过，手的节奏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打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打八打。它都是一样的节奏，是不是一个慢的两个快的，不管是左还是右，只不过脚下的节奏变了，好像觉得我们上身好像变得丰富一些了，其实没有。明白了啊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六七，跟着我一起跳啊，我往左你们就往左，左脚红袜子啊，预备走，一二三，注意手指尖不要往回缩，五六七打，身体往后蹬，慢挪重心啊，脚掌慢挪重心，五六七打八打，就上步了，清楚了吗？两个八拍，清楚的扣一。脚下啊，看我们三位脚并到一位脚的半脚尖并立，然后体对八点，一、二，对，一拍出，一拍回，六七走，一、二，对，现在重心在左脚，是不是？你只能去挪右脚的脚掌出去，为什么？你不可能挪左脚了，你要挪左脚，我都挪不了。对不对？你肯定涉及到一个重心的倾倒，你肯定要一个重心才能出去，那这个多不舒服啊，还会摔倒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专业的舞者啊，把它变顺了，直接出右脚，直接出右脚的同时半脚尖立，一并到八点，二的时候退左脚，就是上右退左，对，然后三的时候立，四蹲下来，八大的八大十亚腕，对吗？您说的是右边对不对？七打八，不是搭压弯，是八的时候就要压弯了。八的时候压弯了，就是七打八的时候就要压弯了。七打八打，对，八的时候就要压弯，搭的时候做了两拍，七打提，八的时候压弯，八打，然后下一个重心，半脚掌立起来，一的时候给重心，预备走，一，对了，好，刚刚说过脚了，对不对？手
经过一位手提至八点的二位手立，半脚掌立起来，起走。咦，我要求二位手立起来的时候手要脆，这个天要做脆的，然后抬头看远方，预备走。咦，二，那一拍上一拍下，右上左下，下来的时候压压腕，然后三四的时候做半脚掌的直立直下，三四，然后三四的时候会比一二要怎么样，柔和一些。所以说一二我的动作是脆的，对吧，清爽清爽干脆的，三四我要走一个柔的，哎，温柔细腻的，这个节奏是一二三四，三四是柔的提压腕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加一点点碎肩，加一点碎肩啊，看我，一二大人大，你看加一点点，一点点肩膀右左，二大三安四，眼睛看出去，五的时候往下啊，五的时候上右脚往二点的方向，重复我刚刚的动作，直接挪出去，五六七大八，是不是正面一次，反面也同样同理做了一次，然后你看我正面上的是右脚左脚立下，然后我体对二点的时候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也是上右脚立左脚下，然后柔的脆的慢慢下来，抖肩随肩，清楚了啊，再来一次，六七大八大，一二大人大地，那我碎肩立的时候也是脆的脆的，然后落的时候是柔的，走，脆的脆的而立柔的，最后一拍是柔下来的，清楚了吗？然后的节奏有的莫瑞格勒河，有的稍等我两分钟啊，我跟让那个前台老师设置一下车，六七八走，三二三柔，四二三柔，对了，最后一拍要轻轻的像羽毛一样落到地板上，然后你的眼睛是看远看下前延伸落，看远看下前延伸落，清楚吗？方向不同但脚相同，对，哎呀太棒了，我们有几个学习委员在给大家总结重点，是的，方向不同但脚是相同的，什么意思，我们第一次体对八点是右脚上左脚下立脚回，然后方向不同，第二次朝二点，然后也是右脚上左脚下二点回，方向不同但是脚是相同的，对不对，好，我们今天再来一次啊，然后我把第四个八拍再讲了，我今天多教一点，大家下去多预习啊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三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我刚刚在跳的时候只连到前跳动作的时候当然要讲细节，但是我连到一起的时候我脑子里头根本没有这些就是要求的东西了，完全就是跟着你的气息，想象着你在你现在的情境，我们所谓的你的大脑传递给你的画面，就是你的二度空间，你的意境，我现在当时一走的时候，我整个天边完全就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夏天，然后微风吹过，还有冬日的暖阳在，特别热的一个中午，哎，你躺在你的草原上，突然看到，哎呀，这边一个小马驹，哎呀，阿吉在熬着奶茶，哎，这边也有淡淡的奶茶的香味顺着那个烟飘上来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就不要把它做成特别简单的一个动作，想象力，气息讲一下 OK， 气息讲一下气息啊，你看它的歌词是青格里擦嘎人大人大滴答等，你看我的动作也是根据它的气息去编的，其实真的气息很关键，就是其实你动作的话，你看你不用讲气息的话，你也能感受出来，我们的两拍肯定是越胸腰往上的动作，它肯定是提的，提大啦沉大滴人大人大人大等，是不是它的气息是等大滴大人人大滴大人大滴，是不是两拍提两拍松，一拍提一拍松，像烟一样提气慢慢顺下来，反面一样
噔哒哩哒滴，高音上不去啦，哒噔哒啦，噔哒噔哒。你看，每次我们做摇摆动作的时候，绝对是从上像一缕烟倒着回来一样，像一缕烟一样，或者像一抹纱一样，是迂回的从上往下。七哒八哒滴，噔哒噔哒滴，脆的，脆的，脆的，柔的，是不是？它的歌词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我不会唱歌的人都被你们锻炼的，我现在都会唱歌了。呵呵，如果我哼哼的五音不是特别全的话，你们就脑补一下，还是根据音乐去听啊。可能我这个就是发音可能不太标准，对，但是我的感觉绝对是准的，就是你们根据音乐气息的感觉绝对是准的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准的。毕竟现在我是全能，又能剪又能拍又能唱又能教，长得还帅，是吧？哎呀，好，用音乐跳一下，很难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放下音乐吧，放下音乐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好，气息，对，我们刚刚说的气息就是我们在走的时候啊，你提腕的时候肯定是上提，压腕的时候肯定是沉气，随着你身体的律动去做呼吸，就是不是自然之气，可以吗？前面顺一下啊，听到风铃声吐气，胸腰挺拔，看着天上，瘦的提沉润，像烟一样痴情的润哒哒提下，走肩慢提下，走肩，对了，对吧？其实他的音乐的气口给你留的特别特别特别的明显。情歌里擦嘎噔哒噔哒噔哒滴，刚好没了，下一个起范，对不对？噔哒滴噔哒滴哒噔哒滴哒噔哒哒噔哒滴哒，为什么后面就有四个音了呢？噔哒滴哒哒啦哩哒噔，隆哒滴哒隆哒滴，咚，是不是啊？它都是给你留了气口的。好，我往下了啊，大家清楚的扣个一。是的，是的，重音就是气口。对，每次的发音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第一句话，我要表达什么，你的表达的重音它绝对是气口的重拍，第一拍。噔，对不对？每次的发音的第一个音是气口，然后你们横韵如果说不是特别顺的话，下去多练一下，多练一下这个动作，就是提打压打，提打压打，提打压打，右左右左，右左右左，对，下去练一下横韵。上第四个八拍，第三个八拍是体对二点气沉下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了，像一缕烟一样，闻到奶茶的香味，俯身下来闻，然后下一个动作是左脚上至几点？上至一点，四位脚，基本体态。对了，四位脚，左脚在前，四位脚在前，然后身体挺拔端庄，四位脚，然后这个手呢，大家尽量放在右手朝外吧，对，这个有要求了，尽量是右手朝外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些礼节什么的，一些行礼的礼节基本是右手居多，所以说你们尽量放到右手吧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可以放的啊，手背朝上，手心朝下，然后一拍转身，一到位，要求干脆，对吧？四二，然后三四的时候，现在是小的四位脚，左脚在前，好，帮我变成大四位脚上右脚，很简单的，
大四位脚，然后手呢随着我右脚上部的方向，手要经过前面延伸，后背往后挺拔啊，经过二位手，经过前三位，经过旁三位，经过后三位，夹胳膊肘抬头。对了，这个要给胸腰啊。节奏是什么？七八四二三的时候同时出手出脚，三四五六，三四五六形成一个四拍的时间，形成一个大四位脚后三位手，对不对？其实很简单了，你们如果手位脚位直接会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讲了。下一个动作，左脚上至四位脚，基础体态站好，然后下一个动作，右脚上至大三位大四位，然后双手经过二位手至前三位至旁三位，到后三位的时候加胸腰，前旁的时候都还是看前二位，前三旁三，到后三位的时候胸腰往上，六七，然后八的时候从左边转身，以右脚的脚掌为重心，收左脚跨右手，你看一定是以右脚的脚掌为重心，收左脚跨右手，然后并回到几位脚，二位脚，二位脚立八字位立，这是我们的八四二三大四大五六七八，立住，这是我们第四个八拍。右脚在前，大四位脚，对不对？后三位手，然后收的时候左脚收脚，你看从后面看啊，从侧面看，收左脚立右脚跨右手，就是形成以左脚为中心收，半脚掌立起来，停住，清楚了啊，再来一次。左边转吗？对，是左边转，往左边转，这是左，对不对？往左边转，六七，最后一拍转身啊，六七转身，停住，然后转过来的手还是在这儿，还是在我们刚刚四二的位置，收左脚跨右手，特别棒，是从左边收左脚跨右手，这是我们四个八拍。再来一次啊，我们从四二六七走，四二走，三四，你看从侧面给的时候啊，我给的不是脚，让观众看到我的视觉，不是先给脚，一定是先给哪里，给哪儿，给后背，清楚了啊，四二，让观众看到的是哪里，你的后背整个端庄挺拔的，感觉脚下的整个草原都是你的家乡，都是你的家，给胸腰看着蓝天，这个手要往远往长，经过旁三位的时候要往远舒展开来，往上回头，对，这个就好看了，就是把你整个的肌肉线条放到最长最远，收，再收回来，关注七天可以进群，哦，要把那个设置一下，四群的设置一下，能设置吗？现在设置不了。哦，您稍等一下，等下播了以后，我设置一下，仅关注就可以进群，可能之前没有看到。跟音乐，马上跟音乐啊！好，现在你看一下，我记得手机好像可以跟的。哦，对哦，那先暂停一下，先手机暂停一下，正好我喝口水，大家可以先想一下，然后马上啊，我现在设置一下，然后我喝口水，喝口水。